老花一每字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娃问题。第一个臭宝，叶子边边都黄了，通风光照都可以，就是因为你的通风光照都可以，所以说叶子都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这个我看的是不是一个滴水观音呢？这个东西它不喜欢强光的暴晒，如果说没看错的话是滴水观音，好吧，它不喜欢强光暴晒，它适合那种半阴半阳的那种感觉，就适合在客厅啊室内里边养。但是它这个叶片上面分泌出来的那个汁液有一定的毒性，千万不能让小孩喝，如果说小孩喝的很多的话会致命的，好吧，所以说一定要悠着这个事儿。另外芦荟我看你边上也有一个，芦荟养的还行啊，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水大，这个就是别暴晒了，好吧，别暴晒了，然后适当的用点肥料。我看咱们是家庭有庭院养花，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粪肥之类的啊，这个在室外反正也闻不到什么味儿，好吧，别的没啥了。下个臭宝，我这水大了还是肥大了？你这个是积水闷根通风差，好吧，然后这种叶子边边上尖尖上开始发黄啊，一般都是缺钾，一般因为它这个营养不够的时候，它就开始抽一些个其他叶片，一些个老叶片上面的这些营养来供给新的叶片，因为它在开花，开花实际上对磷肥和钾肥的消耗量都比较大，磷肥是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时期要补一些肥料，一定要给足光照，加强通风，栀子花，好吧，光照给足了，浇水给足了，肥料给足了，这三点都给足了，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好吧。下一个臭宝，说我养的袖珍叶子总是半死不活的，这个就是好像是得过红蜘蛛啊，好像是得过红蜘蛛，这种看的话是得过，然后呢就浇的水多，积水闷根通风差，浇水一定要维持一个干湿循环，好像是之前得过一种病害叫红蜘蛛，螨虫类的，叶螨之类的，这个就修剪修剪，施点肥，适当的给点光照，别太强就行了，就是人用人的皮肤去感受啊，不要太强就好了，别的没啥。这个东西现在好像很便宜啊，10块钱应该能买到两三盆那个样子了。下个臭宝说这个皱叶绿萝为啥养着养着新叶子它就打开了，它本来就这样，本来就这样的臭宝，皱叶绿萝，我跟大家伙说哈，像带锦的还有这种皱叶的都是植物出现的变异，还有一种就是虎头茉莉，本来呢你像茉莉花呢是叶子两一对是一对生的，变异了之后它叶子是三叶轮的重生，所以说呢它都变异，变异了之后呢它本身啊就跟咱们人一样，你看有的人是吧，可能就是你也看过一些书上面报纸新闻上面，有的人生下来三条腿三个胳膊之类的，对对对，这个植物就那种了，好吧，一般后天的话呢可以通过后天的来纠正，植物也是一个道理，后天的话可能慢慢长得就反祖了，就不再变异了，明白吗？因为植物的变异它有很多的一些个因素，你比方说药物的变异，温度的变异啊，湿度的变异，温差的变异等等一系列，等等一系列包括基因的变异，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像带锦的长着长着变绿了也很正常，好吧，很正常很正常。他说下个臭宝说看看我这颗鸡月季吧，这个也是缺光，这个也是缺光，积水闷根通风差，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是得过红蜘蛛，红蜘蛛它不一定都接蜘蛛网哈，我要跟花友们说一下，它其实就是叶螨一类的，现在就是缺光，缺光通风太差，积水闷根，月季这种东西适合在室外养，不适合在室内。下个臭宝，婚礼吊兰越养越黄，逐渐然后逐渐变绿，缺光啊，缺光啊，臭宝。养吊兰的时候不是跟花友们说了吗，要光照好一点的颜色才会鲜艳，没有光照的时候就变绿啊，就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话题，带锦的这种长着长着变绿了，就是因为缺光，它本身这种锦呢就是缺乏叶绿素而导致的，就跟人一样白化病皮肤那种，是吧，对，你一光照 好了以后它就不会反阻了，光照不好的时候它就开始拼命的去分泌一些叶绿素来吸收更多的光照，它就反阻了，就变绿了，好吗。好了，今天的养花问题呢就比较简单，还都是一些个积水闷根通风煞，水大缺光通风煞，你看来来回回就这些，其他的养花问题臭宝拍个照片发给我们客服也行，发到我们后台也行，发到评论区也可以，我是老花一，养花就在一，绝不错，记得点个赞，咱们下期再见，拜了，嗨嘿嘿嘿嘿。